各位观众午安，欢迎您收看《一言兴邦》，我是蔡佑达。台股今天呢、啊、就这样上下震荡，在半年线附附近哦，上有撑，下有压，那上下震荡也六百多点了。最后指数呢，渴望是收在半年线附近的位置，但大盘接下来还有没有止跌或者是反弹的机会哦？如何观察？我们请教专家。首先是品风大中华投顾蔡丰生分析师，大家好，大家午安。第二位是陈义群分析师，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盘面上的观察，我们先来请教蔡丰盛分析师。好了，感谢耀打各位。所谓的止跌哦，如果按照昨天这种恐慌性的一种杀盘来说的话，你起码要等三天呐、啊。你就算今天大盘给你涨三百点又怎样？你明天盘给你跌六百点，你还是有可能破底啊，各位对不对？所以盘市的一个止跌与否，甚至于说转强，各位还要再观察，各位，因为整个的。 大盘清洗出来的是什么样吗？就是普遍全部都融资，我们不用去管什么衍生性金融商品，因为你们都知道，蔡老师最讨厌投资人你用融资啊、喔，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融资的清洗会很彻底，每天都是超过一百亿的融资啊，离开这个市场。礼拜二一百二十六亿，昨天一百二十九亿，今天希望也能够啊，一百多亿出来，各位。 这对于股市后面绝对是正面性的利多。当然了、啊，各位啊，其实说半天哦，整个盘面上的一个恐慌因素还没有彻底解决哦。什么恐慌因素？昨天为什么能够啊天亮然后暴跌一千四百点，就是防疫出了乱子嘛？各位对不对？本土案例激增吗？所以蔡老师也跟各位讲，全民已经要动员了、哦。你不要以为台湾很大啊，各位。 台北有事，你以为屏东没事啊？是不是？台湾就这么小啊？各位啊，全部大家都要动员啊，全民动员，大家积极防疫啊！也希望天佑台湾呐、啊，大家要加油哦！蔡老师每天都在这边呐、啊，祝福啊，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我不会祝福你平安健康啊，因为你一定跟你家人住在一起啊，除非你是和尚嘛，对不对？不是嘛？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各位有没有？ 蔡老师呢，持续的保护各位。其实这一波的一个震荡啊、喔，震荡的啊，一定要出现。为什么？因为短线上台湾股市再往上冲高啊，整个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氛围已经都乱掉了。每天当冲都占啊，四成多，各位哪有这种市场？各位啊，所以这种市场啊，来做一个彻底的清理，当然好事。各位，所以蔡老师盘中、盘后以及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四。 我今天晚上要跟你讲什么？各位，大盘今天跌了两百多点哦、喔。我这一档个股是昨天丢到制作单位，今天小跌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小跌一毛钱。晚上见真章，好吧？看看蔡老师端出了什么样产业的一个什么一个好潜力股来跟你做分享。盘面传达的讯息你懂不懂？礼拜一大盘跌四十九点，我已经跟你说过，这个礼拜你不要期望多方啊，有什么造反的因素啊？ 不靠零了，因为周一效应，各位有没有？所以你来看看昨天，大盘一个多小时急杀一千四百点哦，各位啊，这很恐怖哦。所以说啊，听说很多啊做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都断头，还被追缴。 我融资都不希望你去做了，你还去做一些啊偏重于赌博方面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一天到晚都幻幻想自己成为什么棋王或者选择权的天王，各位一次就让你破产了、啊，各位啊，所以认命一点啊，好好的产业选股，找好的股票来买就好了、啊，各位来。昨天大盘尾盘收练，哦，这跟礼拜一的盘是一样，礼拜一大盘一样是开高然后杀低九十六点。 尾盘收练跌四十九点，你看昨天礼拜三也一样，对不对？我把它定义是恐惧的总和。为什么？昨天说可能探讨到第三阶段升级呀、啊，那要怎样？就接近封城了嘛？你看看哦，不是我在乱讲，你看看，昨天台湾两天暴增二十三例本土个案，传出可能会封城，这昨天嘛，对不对？ 你跟我都一起一起在见证历史嘛，对不对？然后呢，疫情警戒，所以让民众去抢什么？抢卫生纸跟抢口罩。为什么不抢米啊？都不用担心饿死，是不是啊，各位啊？去抢卫生纸跟口罩，我也搞不清楚哦。反正就是有这种恐慌性的总和，在昨天出现了。 包括昨天一点半总统的记者会，两点半新北市市长啊的记者会，三点半柯市长的记者会，然后也是互相在批评来批评去，对不对？一点营养的成分都没有，所以啊，也不用去期望啊，各位自己好保护好自己啦，各位不用口水保护好各位，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看昨天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阶段来看啊。 昨天大盘最低跌了一千四百点，尾盘变成跌六百八十点。外资有没有大卖？一百二十二亿，可以接受吧？投信最过分，你拿了那么多委外代操。昨天护盘需要你的时候护两亿，难怪今天投信工会的理事长出来讲说甜蜜点到了。我不晓得三点的时候投信买还卖哈？不要皮又在痒啊，各位啊！ 尾坏太超，就是在这个时刻啊来加强你的功效的，不然每一个头信抽六十亿回来，看你还养多少龙源，各位好笑吧？来，你来看看，关键是这里啦，这是投机的一个什么一个啊成分啊、哦，这个礼拜二减少一百二十六亿，礼拜三减少一百二十九亿，总共洗掉两百五十五亿，希望今天继续减，各位。 这个如果不再减踏实一点的话，你说盘势要再上去，还是要震啊？你可以去怪疫情，但是我们盘面本来已经呈现半投机了嘛。这蔡老师每天跟你说了，所以也不用那么的一个什么就怪疫情，何况今天疫情呢、啊？哇，人家听说顺藤摸瓜、啊、摸出来，好像全部都是本土商会惹的祸哦。各位啊，没有三个群聚效应哦。 哇，现在看起来这个本土三位很厉害哦，很彻底的为台湾拼经济哦。每个地方都去呢哈。各位，我听起来我也要笑掉大牙了。我以为原先呢、啊，可能大家要准备啊自己用的麦克风，如果你喜欢 K 歌的话，不然一把接着一把的传下去还得了。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麦麦克风惹的祸呢，各位对不对？所以你来看看今天哦，五月十三号，美国大跌啦。 你也许想说，老师惨了惨了，昨天都跌一千四百点，今天早上美国股市又大跌，会不会台湾股市再跌一千点？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各位是不是？美国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早在蔡老师跟你讲过一件事情了、啊，我就有预感了。我说巴菲特啊，他在开线上的股东会，他就自己承认，他跟查理芒格，芒格大他四岁，一个九十二岁，一个八十八岁，两个都是老爷爷。 他就说他看到通膨了、啊，各位你应该知道，巴菲特他的一个买的股票都是美国的这些消费型的一些大型绩优股嘛。他就跟他的一个线上股东啊，都就讲我真的看到通膨了、啊。然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公婆嘛，各位对不对？连总会嘛，公婆嘛，只有官员在说，没有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我是不是跟你讲，我也认同巴菲特，我也认为通膨了、啊，对不对？昨天的美国股市大跌就是这样。 因为四月份 CPI 指数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所以各位心里要有个底啊，虽然苏伊士运河啊塞成这样，那个只是静音啊。至于整个的一个长城的因素，真的是 QE 放水已经啊泛滥了，所以通膨真的来了，而且就在你我的旁边呢、啊。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啊，闪无可闪了、啊。 所以昨天的一个联准会啊，美国联准会的副主席他说很惊讶，但是还没有想要把 Q E 啊把它勒紧一点，有一点也是在硬撑啊，因为现阶段市场原先预估二零二三年啊 Q E 才会啊收回来，对不对？但是现在才二零二一年呢、欸，各位，所以会不会提前两年不知道，但是全球股市的基金经理人都开始有一点毛骨悚然了、啊，所以你也要小心。 至于盘面呢？各位管他的，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台湾股市未来要独尊台股，整个世界股市，台湾股市要涨最多，也是要经过这一关呢、啊。你美国通膨出现，台湾股市还要继续涨啊！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也是未来我告诉你的台湾股市的地位啊，特殊的地位。所以你看今天一开盘大跌二五百三十三点。 四十分钟急拉翻红，变成涨三十三，哎，涨三点。各位，四十分钟哦，不要跟我讲说是你护盘的，那我听不下去。各位，关谷，我昨天已经跟你说过，神兽级要出来护盘，那不是你我的事，各位，你要吗？所以今天的下午，我们的蔡总统要召开国安会，第三度国安会。 这是国安问题，各位听见了没有？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国安基金要准备，必要的时候要进场？每次都这样，国安基金一天到晚放风声，放风声。但是去年三月十九，我也准确的告诉你嘛，三月十九的时候，我在这边我告诉你，一人买一张台积电。过了五个小时，七点钟，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有没有？我看这一次也毛起来了，各位你看看哈、哦，全市场只能等电子，你不要去期待啊、哦。听说还有人去买运输股、钢铁股。 我就说，全世界啊，最大的货柜公司叫马士基，叫做快轨公司，它都已经想说运费要降下来了，降到明年恢复正常。刚刚最新消息，巴西的铁矿砂也到底了价格，所以你看钢铁股又跟着崩下来了。所以我问各位哦，其实这个格局为什么啊、哦？电子股当初如果顺利接棒的话，就不会有这一些啊。 狗屁讨债的事啊！那为什么电子股迟迟不接棒？除了苹果股价不涨之外啊，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台积电，你你明明去年就五月中，你的董监事会就宣布每一季的一个配息情况，不是挺好的吗？你有事没事？这一次一到六月八号，好啦，人家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继续熬吧熬到六月八号，希望台积电经过这二十天能够有更可口的消息。 出来帮帮大家，各位，所以你来看看，今天也只有蔡老师能够帮你来。当时大盘跌四十九点，各位对不对？过了二十分钟，来到十一点十五分，涨到一百二十九点，几乎帮你拉了两百点。尾盘这样压回来啊，收在跌二三二，这也合情合理啦。反正这也不重要啦，为什么重要的是汇市？我在今天已经跟你讲过，重要的是汇市。昨天新台币。 该扁未扁，各位，这叫扁中透尖各位，如果说外资真的看衰台湾了，这样一路会出去，你关基金有多强啊？borrow in 啊，但是你看没有啊？大家也是厚 o 对不对？也是准备好啊，把好的股票买回来，因为实在台湾呐、啊、有很多啊特别好的股票哦，尤其这一次利用这一些啊疫情的消息面打压下去，很多都是啊。 超跌部位，所以外资会大举进场，所以咱们才会跟各位说哦，直接跟你讲哦，昨天的一个重挫七千七百亿，然后它的多空点在这里，我把你相加了啊，开盘价跟收盘价一六五一五加一五九零二，2, 你加起来除以二是一六二零八点五，四舍五入变一六二零九。盘势要攻击就是要站上这个点，各位一六二零九。 今年的一个高点多少？一六零三一，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今天不具备攻击的一个样式，所以整个的一个盘势如果要转强，就是一六二零九要站上去。所以各位你看看礼拜一，大盘跌四十九点，这个周一效应又不言可喻了。 所以最好是明天礼拜五收练，然后下礼拜一能够有像样的中长红，那下礼拜连续来一个五天的一个反击，这样也不错。所以说整个的一个盘面，各位其实下礼拜也正好是五二零啦。哦，总统就职日，看看什么护驾啊，各位这应该不是你我的事，你跟我又不是官员，对不对？看看那一些官员怎么护驾、啊。 反正今天人家投信投顾工会理事长也讲了嘛，这这记者很喜欢问他，对不对？他很喜欢打高尔夫，不然他怎么会讲甜蜜点？各位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在指挥投信买进？我不知道啦。反正各位台湾股市早就都在太空时代啊，你要不要听？随便你。宇宙中是没有天花板的，这一次杀下来，赶快找好的体质的个股来买进，因为我们早在去年十一月九号已经上了一三一四九。 各位已经航行在太空，所以地球上玩产业能赢，来到宇宙当然转个不停。未来新台币还是一样看升哦，所以台股未来黄金九十一个月，你要好好把握。台积电昨天拉出了四十二块的一个下影线，你看看哦，外资的一个卖压也减少了，头先一直在买啦，对，头先应该要买多一点，对不对？ 然后今天的一个台积电也一度翻红，涨了三块，来到五六三哦，尾盘稍微的一个压下来。各位，一样是这边震荡的一个主体，但是要观察三天。但是呢，我已经跟你说过，台积电的一个五月、六月的一个营收会在冲高，不要因为他说四月份营收月衰退，它有停电啊，那有什么关系？各位，所以说那是合情合理哦。重点是连电啊，哦，各位，连电目前的筹码面比台积电啊漂亮。 所以说你来看看，包括昨天外资也没卖，投信买，包括呢融资大减将近一万张，所以今天的涨势就惊人。各位对不对？那一样，同样观察三天哦。但是如果你觉得这金元双雄啊，你觉得不过瘾，或者是说还有什么可信力的话，各位那世界可以了吧？世界营收第一季也非常好，你看今天直接啊反弹，直接亮灯涨停。 说穿的金元三雄里面，世界啊，还可能是领先指标，我只不过大家习惯忘了它，因为它是上柜的。各位你知道吗？所以说啊，你来看看，包括 IC 设计啊，我也不会去抓联发科啊，啊，因为联发科啊，它目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四月份营收也是衰退嘛，对不对？我会去抓什么？我会去抓联勇。而且你注意哦，外资连续两天大卖，你看它竟然是大买联勇。 所以咱们才会跟各位说，好的股票并不是说不会跌，那跌下来之后合理的一个价位，包括今天呢、啊，我们整个团队也陆陆续续在找。今天盘中震荡这么大，对不对？我们的确找出一档哦，也是 IC 设计的股票。然后呢，它开始在横盘震荡，它完全不受影响，代表有人在吃货。所以这一档个股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个股。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你看哦，其实四月份营收有一百二十六档，未来台股反击的重心就是摆在这里哦。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金源店，来各位，昨天晚上也跟你讲金源店哦，公开来让你验证哦。各位是不是？今天的一个金源店也是小幅震荡，所以所有的内容蔡老师不再赘述，你自己去加入自己去看。你唯有啊走正当的一个投资的管道，你才不怕这个波动。 这就是蔡老师跟你说的，好的个股我会收纳在投资人的多宝格。所以说做对的事情永远都是好时机，希望你赶快跟上来。总而言之，老话一句，六字大明咒念一遍，枪在手怎么办？跟着蔡老师走，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佑达。好，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晚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一言新邦，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好的 o 股票就是涨涨跌跌，就是所谓的一个波动。但是你唯有产业选股啊，才能够啊不受这些波动影响，因为后面会开花结果哦。中间的过程，你也可以把它断定，让子弹飞哦，让子弹飞一会，你就能够命中目标。各位，同样的疫情啊，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让子弹飞，只能啊求神啊拜佛，祈祷的力量。 奇异恩典啊，各位，所以啊，衷心的祝福啊，所有收看《一言兴邦》的投资大众，你跟你的家人都平安健康哦，全球各地都一样。昨天看新闻说巴西总统气炸了、啊，因为巴西有、啊、死也死很多人啊，他一直觉得那是生化武器，其实说穿了，他认为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太可恶了，在屠杀人类、啊。各位、啊，我有一点被他影响，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啊。 如果真是生化战争的话，大家要活下来哦，好不好？天佑台湾，好不好？不要三月份刚刚赢完妈祖，昨天四月一号台湾疫情就加温了，哪有那么巧？各位对不对？所以天佑台湾，大家加油，好不好？大家把跟地球一样把口罩戴起来，各位。蔡老师的节目，不管啊疫情多么的严峻，我每天都会专业的把我看到的东西啊呈现给我的学员。 也呈现了、啊、忠实的电视观众朋友，让你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各位啊，没有不起浪的海啦。各位你知不知道？但是你的战舰大，你就不怕啦。你的战舰大嘛，所以我告诉各位，投资一定要面对的就是恐惧嘛，对不对？你买台湾股票，万一美国股票崩盘，也会给你牵扯到台湾。你要不要战胜这个恐惧？要。所以你要了解产业，你唯有了解产业，你就不会害怕了。 产业选股正面迎战哦，他、啊、绝对不是涨的时候就讲说要飞天，然后跌的时候就说要遁地，你以为是在打水井是不是啊？还要看方位嘞，各位，所以说啊，台股多空无常事，产业选股见真章，这才是你要的，产业选股才是你要的。来，各位，投资纪律不用蔡老师再三的强调，请你远离融资哦，更不要讲。 当冲啊！听蔡老师一句话，没人在这当冲的赚钱啦，那个都是啊子虚乌有在的骗你啦，各位。蔡老师在业界二三十年，从来没有听过当冲致富的，一天到晚在糊弄你。那些官员也很昧着良心，各位看看现阶段还会不会再开放五年当冲啊？各位，来，你看华硕二三五七第一季。 这罗蔡老师推荐过的、啊，获利年增十倍，同期新高。今天的股价，你看它礼拜二、礼拜三一样跌嘛？昨天长下影线，今天直接把礼拜二的向下跳空缺口把它回补。那你说，老师啊，他怎么今天不会拉涨停？有必要今天拉涨停吗？各位，你觉得有必要吗？股价的一个强势，而且法人是陆陆续续,续归队，又不是今天就归队。 那你万一今天的一个外资卖超又大了一点，你是不是又会觉得又有多翻空啊？不是这么做的，好不好？所以你要看看南电昨天是不是也破底？那我为什么昨天要跟你讲？你看，逮到机会马上就表态吗？各位是不是？这连二分之一都不用算，因为这马上就是由空翻多了吗？所以你要研究啊！你不研究你怎么知道这只股票你敢买？ 那你有研究了，这只股票正好在低点，为什么不敢买？各位不是得出结论是这样吗？你看南亚台硕是把唯一只有啊，买南亚哦，台硕、台化跟台硕石化全部外资都在卖哦，那你跟着外资的一个动作去买不就好了？难道买南亚的是假外资吗？又不是那一些 IC 设计股，你应该知道蔡老师在讲谁吧，各位。所以我跟各位说嘛，你好好的去研究这一些。 这一些才是关谷后面大反弹的力量，包括我跟你讲中信金，你看这两天的股灾，中信金啊两天都买，各位不用去管它涨跌，你这样是不是持有这些个股你很有信心？你怎么会觉得说它震荡之后它就由多翻空了呢？所以我在这里才会跟各位说，好好的去想一想，投资人的多宝格才是帮各位打算的，产业挂帅的力量，你千万要记得，不要忘记了。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你找得到吗？你找不到，来蔡老师这里，蔡老师帮你准备好了。总而言之，枪在手怎么办？跟着蔡老师走准，准没错。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提醒观众朋友们，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祝您操作顺利，我们再会。